天地出力，女娲捏土成人，亦赋予世间万物修成人形的灵力。修炼成功者称之为妖。人妖共存，本和谐相处，不料世间的浊气居然幻化出一头妖兽穷奇。穷奇凶狠残暴，称善扬恶，以人为食，以杀为乐，更是聚集一批妖孽为祸人间，妄图将世间变为修罗地狱。妖法无边，修炼御妖法门的天师阁成为人间正道最后的希望。如杀己以金为章，金焚不懈，长宋无章，修罗在金之胸。天师阁门人在此役中损失殆尽，聚集的妖兽纷纷散去，世间暂时得到和平。田伯，若灵，天发，小蘑菇有没有在你这儿啊？他没有过来啊。没有。哎呀，我四处都寻遍了，这么晚了，这孩子能到哪儿去啊？不行，我还得去找找。小蘑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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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蘑菇。师兄，怎么了？有妖气。是相求，可否将这孩子送回石泉镇？小丁、小东，姑娘放心，保境安民是我九城巡防的职责，送一个孩子，自然是不在话下。嗯，是。那姐姐来接你啊。嗯。多谢。哎，姑娘，你末世遇到什么难了？可要我领兵相助？不必了，早出俗子，去了也是送死。哇，这雨怎么越下越大啊？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来，别淋着，没有受伤吗？我没事。哎，师妹，这公子哥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是九城巡防。哎，小蘑菇，小蘑菇，姑娘。在下信不辱命，来。哎，我来，来来来，小蘑菇，哎，到天放哥哥这里来。哎，只是不知姑娘该如何称呼。多谢官爷出手相助，在下若琳，这位是我师兄天放。啊，原来是若琳姑娘，在下司马怀冲。哎，这位官爷，这人已经送到了，您请回吧。师妹，走，跟我回药房。
哎，苏苏，走。若琳姑娘，天色不早了，又下着雨，要不我带兵送你一程啊？怎么着，下来啊！参见太子殿下，免礼吧。若琳姑娘，这些当真都是妖怪所为？启禀殿下，都是普通的谋财害命案罢了。回殿下，人有精魄，妖有内丹，这些尸首颅骨塌陷，一定不是正常死亡。殿下，师妹说的虽有道理，不过不排除是山贼所为，故意伪造成妖怪尸魂，混淆视听。师兄，大夏时节，尸体不出三日便会腐烂，可是你看这些尸首，哪有一丝气味？怎么可能是山贼所为呢？殿下，以属下之见，这不像是妖怪所为。是，若琳她小孩信口开河罢了。什么信口开河？我们可是天师阁传人，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？启禀殿下，如果以摄魂夺魄来定论的话，恐怕会引起民众恐慌，要不还是以谋财害命昭告示众吧。三日之内查清真相。师兄，你今天为什么不说？你今天为什么不说实话？如果师父还在，他一定会追查到底，这是我们天师阁的责任。什么天师阁的责任呢？现在保命最要紧。师父呢？天师阁又在哪儿呢？师妹啊，你要听师兄话，这件事你不许再管。哎，快帮师兄贴符。哎，快！如果我们身边的人都死了，你还是不管吗？小蘑菇！天波！小蘑菇！天波，你醒醒！天波，小蘑菇，你醒醒！小蘑菇，
殿下有旨，宣天放少侠和若琳姑娘进宫共商捉妖大计。啊，你捉妖啊？接旨吧。请殿下开恩，天放若琳道行太浅，捉不得妖的。二位查清真相，降妖除魔，就全仰仗你们天师阁了。天放接旨。你这衣服布料真好。两位少侠请洗手吧。好，谢谢。师妹啊，我帮你洗。殿下，这成何体统？那两个人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，再不动手就晚了。不可鲁莽，留着他们就是个祸害。主公即将功德圆满，我们一切一定要小心为上。哼，一刀一个，吸干他们的血，还有什么后患？不要冲动。啊，这什么呀？这是御妖丹。不错，无论他多大的修为，只要吃了御妖丹，他必然会现出原形。那太子吃过之后也会现原形吗？愚蠢，太子殿下是人，他吃了也没用啊。到时候我们既可以打败那两个死对头，又可以把摄魂夺魄之事嫁祸给他们，这一举两得岂不是更好？借刀杀神。嗯，太子殿下就是我们的刀。感谢殿下对我和师兄的抬爱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大家共饮一杯如何？嗯，好啊。若琳姑娘，这杯酒本王替你喝了，希望你能明白本王的一片心意。关上城门，拦住！敢挡我师妹！